楚云重脸，你们拿回来了。给金凡，不行，这是金凡用命给你换来的。刚才我和阿云人工疗伤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没有什么大碍，我们已经不需要楚云重脸了，对吧？ 可是，楚云重脸极其珍贵，无论如何，也该为侄人留下来，以防万一。金凡曾跟我说，他是我的侍卫，我的命比他的命更重要。 随时可以为我而死，所以即使他有心悦之人，他也得压抑着自己，不能回应。他早就是我的亲人了，他的命跟我的命一样重要。 就是把无量流火的图纸毁掉。 也不会让你得逞。 我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
能扯住吗？定让那王有来无回。这么有信心？必须的。奉执任之命，洪御史前来供花公子差遣。 伤口轻轻皱。